今日咧，我哋好高興能夠同社主一齊咧，就主持呢個節目。大家咧就能夠一個今日咧主要係好重要咧，就話因為我哋個聯邦個總理啦，新嘅總理啦，托馬連第21任咧，今日就正式上場，咁都介紹咗佢本身個內閣嘅成員。咁另外咧就我哋中國總理温家寶咧，就話都嚟到咗加拿大，就訪問咗我哋嘅前總琴日嘅前總理啦，就係Song Christian嘅。咁我今日咧就同阿李將專門討論下，李將你好，你好，歡迎，係。咁我想問問啦，就話馬田咧今日上任啦，第一日作為加拿大總理啦，第二十一任總理啦，你覺得我哋會有啲咩對佢有咩期望咧？我哋覺得每一個即係新嘅總理咧，都當然有一定對佢有好大嘅期望啦。咁嘅問題就係話，我哋都期望要第日睇到先知道究竟實唔實現嘅。咁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多倫多呢個21任嘅新總理咧，同20任嘅舊總理咧，其實有啲咩唔同咧？咁當然啦，即係兩個人咧，佢嗰個背景咧就都係律師啊，但係佢兩個人最大嘅唔同地方咧就係話Christian 咧就可能係我哋一印象咧就係一個奮鬥出嚟嘅，即係話喺家庭環境唔好嘅一個小村落嘅一個咁樣，然後慢慢一步喺嗰個政壇上咧係一步一步。但係馬田嘅分別就係最大嘅地方就係佢個父親咧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即係我哋嘅政壇人物啦。佢可能咧佢就經過佢好長時間咧係我哋對佢好大期望，就係佢係一個仲係作為一個財長，咁將加拿大最關心嘅一件事咧就係話嗰個財政預算嗰個盈餘咧係能夠即係做得好好咁啦。所以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對馬田期望應該好高嘅。最低限度咧，我哋希望咧就係話佢能夠咧就係做得到Christian 做唔到嘅嘢。譬如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好多人就批評 Christian 咧就話佢咧就係喺嗰個任內裏邊咧係忽略咗西部嘅嗰啲人嘅期望，特別係即係譬如話安省啊，或者係 BC 省。咁今日我哋睇到咧就係話係咪可以滿足到一啲即係西部嘅人嘅政治渴望咧？即係話，在他的新的那個內閣的任命裏面呢，會不會補到這方面的不足呢？這個是一個期望。第二個重要的期望呢，就是說有些人呢就批評呢，就是過去的總理呢是太過獨裁的，他將所有權呢就攬在個自己身上，就那個總理那個辦公室呢差不多是權力的最集中的地方。很多人對馬田的期望就是可不可以令到那個即是國會呢更加民主化，即係話佢會俾啲嗰啲選入去嘅議員咧，能夠多啲聲音咧，可以能夠代表佢嗰啲選區嘅人民嘅聲音咧，喺投票嘅時候咧，可唔可以有啲譬如喺啲有爭論性嘅投票嘅時候咧，可唔可以俾佢有所謂 free vote， 即係自由投票咧？咁啊，再加上咧就係話喺嗰個任命裏邊咧，會能夠令到更加多嘅議員咧，能夠參與嗰個國家嘅政策。即係唔係話整幾個人話曬事，或者淨係聽啲專家嗰啲，即係我哋知道總理後面有好多所謂嗰啲叫做幕僚啦咁樣，能唔能夠真係咁民主化咧？咁所以呢個都真係我哋講係一個好大期望。講翻啊，即係托馬田咧，佢今次終於能夠成為咗第廿一任總理咧，咁佢都經過咗一段艱辛嘅艱苦經營，因為佢哋過去一段時間佢都唔係任何部長，亦都要周遊各省各市去成功拉票。令到佢喺呢個 leadership 個 convention 會能夠成為啦，即係黨領袖，而加上變咗最成為總理啦。咁變咗咁佢喺個周遊國嘅時，周遊即係各省嘅時咧，都同揾同各個地方咧，可能都有個好即係好強嘅溝通。咁我反而即係覺得好欣賞佢呢點，佢就話，因為桑德斯做總理咧，佢可能冇做過啲補習，佢坐上去咧就話嗱你做乜佢做乜，咁呢個差唔多階級式嘅統治。咁而家佢話，托馬田就話，如果唔多得即各個省市嘅幫忙或者嘅 support 咧，佢冇辦法選得上做總理嘅。咁相對嚟咧，變咗佢，我諗佢個即係個管理手法啊，同埋個民望可能未比桑德孫重，內部團結可能仲好啲。但係你講得好啱嘅，但我哋覺得仲有一樣嘢咧，你帶啲出嚟就話，一個新嘅總理咧，同嗰個我哋過去嘅總理仲有一樣嘢好大嘅唔同，就係話新嘅總理咧，佢好強調咧，就係話嗰個大嘅城市，即係好似我哋多倫多啊，或者係呢個安省嘅嗰個好似
困難困難嘅。呢啲大嘅城市咧，佢覺得以前咧就係被忽略嘅，即係可能咧大家個背景唔同啦，即係我哋即係 Christian 咧，即係比較關注咧就多啲嗰啲小嘅鄉鎮啊各方面都要，因為佢個權力來源啦，甚至好多佢哋嗰即係支持嘅人咧都可能係佢覺得喺口岸省同口灣省。但是我們知道馬田最大的地方，他覺得希望做一個全民的總理，即是說每一個加拿大國民呢，無論他有錢的，他是中產的，甚至是一些來自窮鄉僻壤的，甚至是被忽略的西部，甚至是一些就是原住民，他都希望能夠各方面關注。但是我就有個奇怪，就是你可不可以令到那麼多人都滿足呢？這個就是相當難的。我們看到最近一個新聞，就是說在多倫多為他籌款的一個最重要的最大的一個籌款晚會，你要用700元才買張飛去捧他場，那麼能夠籌到很多錢，希望能夠那個新的法例通過之前呢，他就盡量就是向財團呢就奉獻拿多些錢來。那這個印象也都可能我們不能夠忘記的，就是說Christian 呢給人感覺呢就是那個 little guy， 就是一個小人物，但是馬田就好像是一個我們叫做銀行的大班那樣，那個分別是有的，我覺得。當然啦，即係如果唔係嘅話，我都分唔到。馬田而家我哋由 Sean Christian 時代進展到馬田時代。我想問問咧，就話你佢個新嘅內閣今日已經公布名單咗出嚟啦，你會唔覺得有啲咩新意咧，或者點樣？新意當然係有啦，因為麥基話佢今日舊兵新走，都係啲同樣啲人，你會唔會覺得有啲唔同嘅？我想麥基咧就作為一個反對黨嘅領袖咧，當然係有啲要批評啦。但係我哋唔可以忘記咧，就話通常一啲咁嘅新嘅，即係一朝天子一朝臣啦。咁你每一次有新嘅內閣產生咧，都有啲新嘅意思嘅。咁今次咧我哋睇到一樣嘢就話，究竟佢係一個用一啲好好嘅標準去揀人咧咁樣？一般嘅講法就係話，我哋揀人咧，先一定講佢才能啦，佢經驗啦，甚至咧就係佢有冇魄力啦咁樣。但係今次我哋睇到咧，就馬田可能揀人嗰時咧，係用啲另外嘅標準，佢要考慮到其他嘅標準，譬如好似話要多啲女性啦咁樣啊，要多啲可能要考慮到嗰個地理嘅分布啦，啊，即係我哋叫 geography 啦。第三咧，佢可能咧就要考慮到嗰啲人對佢忠唔忠心喎，呢樣嘢好緊要啦。我哋先講第一樣先，從一個即係個性別嘅平衡嚟講咧。咁馬田就好希望能夠嗰個內閣多啲女性，即係話喺呢方面嚟講，佢哋都做得到嘅嘛。知道啦，喺最早嘅時候咧，可能加拿大嘅內閣裏面得兩個女性嘅啫。咁而家佢能夠做到有11個，咁呢個就係一個相當大嘅轉變啦。但係亦都係好多人覺得係夠唔足夠啦，係嘛？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嗰個喺嗰、那個地域嘅平均嚟講咧，今次佢咧就係將兩個好重要嘅任務咧，即係一個副總理同埋一個財政部長嘅呢兩個咁重要嘅任務咧，就俾咗一個我哋叫做西部嘅人。咁西部兩個人之外咧，仲有其他嘅重要嘅職位咧，即係相對嚟講咧，係比以前啊 Christian 嘅時代咧，係多咗個西邊選出嚟嘅啲議員咧，係個比例多咗。咁第三樣我睇到咧，就係話佢呢個任命咧，雖然我哋睇到咧，就係都仍然保留翻15個舊人啦。呢、這個亦都係唔算少，因為我聽講全民可能係全部換曬隻嘅。咁但係呢個亦都考慮到咧，就話嗰啲對佢唔夠忠心嘅人咧，即係話以前咧仲係幫緊舊嘅總理嘅人咧，就好多人咧就落咗台，即係話呢啲人咧就會係唔再出現啦。咁其實呢個交替出現咧，其實都係未必係好事，因為點解？譬如我哋知道好似 Alan Rock 咁樣，亦都可能咧，覺得你都可能為咗要排除異己啦，我哋叫希望佢下次咧唔可以同我競爭啊咁樣。佢又俾個位置佢咧，就係代表加拿大去聯合國咁樣。咁啊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從嗰個任命啊同埋嗰個驚喜嚟講咧，我覺得咧就有少少新嘅意思，亦都有啲所謂意外，即係話有啲人咧佢諗住冇機會㗎啦，咁仍然可以喺翻度咁樣。咁佢我知道譬如好似Graham。佢仍然係坐得穩啦，作為一個即係外交部長嘅部長。咁嗱，講翻嗰個新任命啦，我哋又留意到有兩個咧，就係安薩華，一個咧就係前嗰個國防部長莊麥卡倫啦。咁佢好似係即係鄧嘅冬菇。嗱，佢鄧冬菇呢樣嘢好有趣，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原本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咁可能係因為佢嘅能力咧，就因為佢本身對馬田夠忠心咧，所以一只係變成咗咧係
啲即係佢哋老兵啊，即係我哋用嗰啲叫做啲軍人退伍軍人嗰、那個嗰、那個、位置。咁就呢個係明顯地咧，就係、是、一種懲罰。我覺得呢樣嘢本身咧，亦都對佢唔係咁公道。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最新任咗移民部長嗰個 Judy Sagal 啦，都係即係嚟自安省，都係嚟自多倫多嘅。咁佢以前就係、是、應該係不約克嘅一個市議員。咁又就轉到聯邦之後咧，亦都三個 Jenny 都曾經委派佢專做一個市議員嘅調查報告。咁佢都即係做得好仔細，都俾到好多意見出嚟。而家今次佢做多移民部長，你覺得佢對定話對社區同埋對移民政策啊，會唔會更加即係多啲即係體諒或者多啲了解咧？啊，呢個任命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新嘅驚喜，即係一個清新嘅驚喜啦。一個比較資歷好深嘅人咧，可能因為佢嘅才能夠咧，就亦都委以重任，再加上誒女性咧，所以咁講嘅。即係馬田可能都係因為呢啲咁嘅原因咧而委任佢。當然你講得好啱咧，即係佢係作為我哋係屬於大多倫多或者甚至多倫多呢個市嘅一個選出嚟嘅重要嘅國會議員啦。咁佢能夠委以重任咧，又更加了解到我哋多倫多嗰個多元組合咧。即係我多倫多係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咧，係來自唔同地方嘅或者唔同國家嘅移民組成嘅一個咁嘅重要大都會啦。咁如果能夠考慮到我哋嗰個所謂移民嘅需要咧，而能夠直接地可以同佢有個直接溝通咧，或者佢又好容易了解到呢個咁嘅我哋嘅需要咧，呢個對嗰個加拿大嘅政策，我所想係健康嘅。我諗佢都即係因為佢嚟自即係多倫多嘅社區啦，咁我諗佢接觸多倫多，多倫多都係個接收最多移民嘅城市，咁所以我諗希望即係中西會能夠對華社區移民政策啲多啲了解啦。咁另外就想問問就話，今次當然即係。成日都話啦，增多足少嚇，即係部長位係得咁多個，有170多個即係保議員，點樣去分咧？點樣去平衡嗰個勢力範圍咧？你覺得今次會唔會有邊啲係贏家，邊啲係輸家咧？嗱，每一次呢啲咁嘅大嘅一啲咁嘅即係組織嘅變遷咧，當然咧就好似等我哋有時睇嗰個奧斯卡金像獎咁樣，咁啊到最後嗰時都係有贏。輸家贏家嘅，甚至係一個好，尤其今次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喺呢個任命未公布之前，其實有啲喺30多個人裏邊咧，其實都有70多個人諗住先有機會。當佢未收到電話之前咧，佢都仲以為有機會嘅，即係仲以為金像獎都係唔係提名啊，仲有加埋級獎嘅咁。咁但係當然咧，最後出嚟嘅咧就即係增多足少啦。呢個就係冇辦法，事實嚟㗎，事實嚟㗎。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從外國嘅一啲大嘅國家嚟睇咧，其實30多個人做內閣其實都好多嘅。即係美國比我哋10倍嘅人口啊，10倍嘅經濟實力，佢都係15個人嘅。咁又喺英國嚟講咧，佢嗰個 Lord Caucus 即係我哋叫做佢哋嘅黨權咧，嗰個權力咧其實就好大。咁所以喺由於佢好大嘅原因咧，佢可以即係譬如 Margaret Thatcher 啊，甚至係 John Major 都因為咧其他人咧唔服佢咧，佢就可以咧就。或者可以踢佢走咁樣，但係喺加拿大咧，我哋睇到咧就呢個總理嗰個權力就非常大，最大嘅權力就佢可以任所有呢啲咁嘅所謂 cabinet member， 咁佢亦都唔能夠因為 cabinet member 唔聽話咧，佢就要向佢哋即係所謂交代，唔可以啊！佢嘅權力大到緊要，即係佢話我嘅權力咧係由人民選出嚟嘅，我唔係你哋班人選出嚟嘅，所以從咁睇咧，我覺得咧即係整個加拿大呢、這個任命咧。是相當難滿足一切，咁當然有輸家有贏家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嗰啲以前做得好嘅，但因為佢嘅忠心程度唔夠，咁佢而家今次冇份啦。咁嗰啲係好大嘅輸家啦。譬如 Alan Rock 啊，我哋睇到即係Manny 啊，佢唔再做啲啦 ，Sheila Cox 啦，咁佢因為明知自己即係都唔會做到個重要嘅位置啦，佢索性咧就接受任何嘅任命添嚇。咁又仲有一啲人咧，就即係因為可能佢本身咧就係、以前咧即係喺工作上咧未必得到啊馬田嘅賞識。咁雖然佢以前坐嘅位置好重要，今次咧就可能跌咗落嚟。頭先我哋都提過啦，即、就、係、是、好似麥卡林咁樣，呢、這個亦都可以講係一個輸家嚟。咁啊有每一次都有贏家有輸家嘅。嗱，譬如。即係馬田今次上咗場做咗即係自由黨即係嘅黨領啦，都做埋我哋嘅總理啦。咁我如果你回想翻過一年前嘅話咧，咁我哋發覺所有黨領袖都係我哋叫比較係
資歷深嘅，比較係即係你講年長一輩嘅領導，譬如話 Sean Cushion 啊，以前聯方嗰個 Person Manning 啊，係咁啊Andy Vigo 啊，或者 Sean McDonald 啦。咁但係今年睇翻，即係話舊年到今年嚟講，發覺嗰個黨領嘅轉變好大個。譬如話即係保守黨由阿即係阿 Sean McKay 接手咗啦，做咗新黨領啦。咁啊 ，Stephen Harper 都 take over 咗即係 CA 啦，係咪？咁啊 ，Jack Layton 亦都 take over 咗 NDP 啦。咁其實新面孔嚟㗎，唯一一個比較舊啲啲面孔咧就係 Paul Martin 啦。你唔覺得即係 Paul Martin？ 雖然我相信 Paul Martin 都好有能力，都好有即係資歷，都如果唔係我都想唔算想講嘅。但會唔會都係一個代表咗即係 old school 後一派？而新一派代表咗新興啲勢力，年輕啲嘅 ，Jack Layton 啊 ，Stephen Harper 啊 ，McKay 啊，咁會唔會係一個新舊 school 嗰個即係對比喺度咧？咁啊，呢個咧就係要睇下嗰個 paradigm 嗰個所謂嗰啲人嘅思維咧，唔係淨係個面孔嘅。咁如果你從John Cushion 同埋呢個Martin 比較咧，我覺得嘅 Martin 俾我嘅思維咧，可能更加有一成幾，因為我覺得 Martin 咧。雖然佢形象上咧係比較上係親近一啲所謂權力嘅嗰啲，即係所謂財團啊咁樣，但係佢俾我哋嘅印象咧，仍然係一個喺尤其是喺啲經濟嘅政策上面，佢都相當進取嘅，相當屬於個可以叫做 innovative。咁如果佢喺另外一方面咧，喺國際嘅視野嚟講咧，佢亦都唔會話追唔上個時代，因為喺國際上咧，馬田俾人嘅印象咧就係會受到即係各方面嘅重視。同埋佢哋嘅尊重，無論佢係開啲財經界嘅即係首腦會議啊，甚至佢自己本身參與一啲即係國際嘅事務咧，佢都俾人印象咧，佢係所以係相當進取嘅。但進取嘅意思咧，即係我哋叫做向前睇嘅。譬如佢能夠喺好多事務裏邊，譬如係一啲對非洲啊嗰啲窮人嘅事啊，點樣能夠解決佢哋嘅問題啊？或者甚至艾滋病啊嗰啲藥物啊嗰啲各方面，佢都能夠用到好似幫勞啲咁嘅，即係比較前衞啲嘅音樂家咧，係幫佢即係宣揚佢嘅信息嘅。咁喺好多方面嚟講咧，係Martin 絕對唔係一個落後落伍嘅人。我覺得佢雖然咧喺年紀上咧係能夠同你頭先所提嗰啲新嘅領袖咧係一日長遠，但我有一樣嘢想補充嘅就係、是、今次嗰個內閣咧。我哋唔好忘記咧，佢始終都係一個即係叫做 interim 嘅內閣，即係話呢個內閣咧好快咧就其實就會有新再有個新嘅選舉咧，又有班新人。咁喺呢個時間之內咧，佢能夠盡量咧就係再延續翻，即係又有十幾個人咧係能夠繼續喺翻度，咁又俾啲新人有機會，咁又再加上咧呢啲即係佢用啲所謂嘅我哋叫做 backbench， 即係嗰啲後座議員咧，俾多啲權力佢哋啊。在那個國會裏面能夠係俾佢哋參與嗰個政策嘅嗰個過程裏邊咧，係多啲自由度啊，多啲民主啊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整體嚟講咧，我哋仍然覺得呢個任命咧，我哋係對佢嚟講咧係有啲期望嘅。咁我哋講下即係近少少就話，自從即係雙軌雙響過去兩年嚟講，即係加美關係係相當之緊張、唔 happy 嘅，其實係咪？咁尤其是琴日嘅話。雙軌雙向嘅一日，即係作為總理嘅話，佢話收到美國總統部署嘅電話，話容許咗即係加拿大去即係爭取咗重建伊拉克嘅工程。咁跟住晚間嗰、那個即係部署辦公室出面喺度話，唔係喎，冇咁樣嘅嘢喎。咁你估馬田上場之後會唔會同部署關係會搞得更加好，即係改善到嗰、那個即係加美嘅關係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大家好關心嘅問題，因為我哋好多時知道咧，就係話加拿大同埋美國嘅關係咧，其實係一個長時間嚟嘅，係一個互相依靠嘅關係。即係我哋知道咧，加拿大咧係好多嘢都靠美國，咁又但係又唔想覺得好似做美國附庸，即係話美國做乜我哋都要跟從。咁從呢一點嚟睇咧，Cushion 咧亦都能夠做到不過不失。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咧，佢俾人印象咧，佢唔係跟足美國嘅做法，譬如伊拉克打仗佢唔使一定。出兵啊，甚至有時好似有啲重要嘅國際事務，好似我哋知道呢個關於改善環境嘅一個好重要嘅國橋同嗰個嘅京都條約佢都亦都唔跟美國，自己有加拿大自己嘅一套。咁所以從呢啲嚟睇咧，即係馬田能唔能夠做得到Cushion 咁能夠對即係美國嚟講咁獨立去處理一啲
即係國際事務咧，我哋仲暫時唔知。但係起碼咧喺嗰個即係兩者之間嗰個外交嗰個手腕方面咧，馬前咧似乎咧佢覺得自己有個最大嘅任務咧，就係改善呢個同美國嘅緊張關係。即係甚至咧希望咧能夠再俾美國嘅印象咧，我哋係一個好好嘅盟友，隨時可以打電話又傾到偈嘅。咁我諗，既然即係今日係馬年嘅第一日啦，咁我作為即係加拿大即係市民嚟講咧，當然希望馬年能夠為我哋帶嚟即係話生活富足、繁榮安定啦，改善到加美關係、加中關係，令大家都即係能夠有個即係好嘅生活。好啦，咁講完咗我哋第一日嘅總理，不如講下我哋即係啱啱過退休咗總理好唔好啊？好啊。咁啊，我哋都知道啦，蘇德宣啊，即係從政40年，同埋咧就係最後拉飛啦。做總理都做得好，咁我哋就既然係咁嘅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先，我哋可唔可以同阿總理做個總結或者做個即係 review 睇下究竟佢嘅功與過點樣咧？咁你覺得即係我哋總理做咗40年，即係個國會議員10年嘅總理，咁你會覺得佢係對我哋選民有啲咩即係交代，有咩貢獻咧？我覺得即係評價個人咧，其實唔簡單嘅，因為你覺得即係如果呢十年。他作為總理或者呢40年佢嘅從政生涯，咁究竟嗰啲成功嘅地方咧，係唔歸佢個人咧？咁啊，呢個就我哋好難講嘅。即係我哋當然咧，如果加拿大嘅好嘅地方咧，我哋都應該係歸功於嗰、那個即係領導人嘅總理。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加拿大嘅艱難嘅日子咧，係咪亦都要俾啲功勞佢話我哋度過咧咁樣？但從咁嚟講咧，我哋覺得應該公平啲去睇我哋嘅過去嘅總理啦。佢從一個好寂寂無名嘅地方嘅出身，就變成一個即係喺國際舞台上都扮演一個舉足輕重嘅角色啦。喺咁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咧喺過去嗰10年咧，如果以10年去作為一個佢個正式嘅評價咧，作為一個佢總理嘅評價咧，我覺得佢最得閒到令我哋呢10年咧，加拿大人呢10年咧，佢能夠俾我哋嘅加拿大人一個相當即係公平嘅一個嘅即係我哋話佢係好彩啊，因為經濟起飛啊，定係個人努力啊？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就係話佢起碼做到咧，就係話繁榮安定同埋一個相當不錯嘅政府。我先講一講，即係喺繁榮方面咧，我知道咧喺10年前咧，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係會比較好嘅。係好多時咧，即係嗰個即係財政方面咧，亦都好緊絀。而家嚟講咧，可能有盈餘啊，甚至可以做多啲建造唔好嘅嘢啊。所以呢方面咧。在繁榮方面它是有功勞，咁啊安定方面亦都係比10年前安定咗，即係10年前之前你都知道啦，喺無論你時代咧，好多時都好多即係風風雨雨啊咁樣。而家喺嗰個整個世界舞台又好，或者咩方面嚟講咧，佢比較穩定。同埋咧，我哋知道喺Putin 開始嘅時候，而家亦都有幾大地方咧，就話喺佢開始嘅時候咧，就遇到呢個所謂灰毒問題啦。今日幾乎三天唔見咗個灰白黑添啊，即係佢混混噩噩咁，幾乎就唔見咗啦。咁後來即係經過努力之後，佢又再加上佢好聰明地為嗰個所謂叫惡清晰法例咧，咁將來咧就呢個即係灰毒嘅問題咧可以暫時擺開。咁呢樣嘢本身亦都好大功勞，呢個亦都係一個穩定嘅。即係你如果經常咧出現一個政治上要求獨立啊呢啲咁嘅唔穩定嘅訴求咧，咁其實對嗰個國家個安定嚟講係有影響嘅。咁喺呢方面嚟講，佢亦都有功勞啦。第三樣嘢咧，我覺得喺整體嚟講咧，即係雖然咧，我哋都有唔少人嘅批評啦，總理咧又有嗰啲所謂有啲醜聞啊，有時佢後來即係有啲咩手段嘅事啊，嗰啲都係一種叫做唔夠廉潔啊。佢哋即係雖然攞唔到佢嘅證據，佢話佢做錯咗嘢，但係起碼咧就人嘅觀感上咧係覺得佢係仍然係唔能夠話全部係做得咁好啦。但整體嚟講咧，佢嗰、那個政府嘅施政咧，佢都係應該講係有功勞多過即係缺失嘅。咁頭先你講過啦，即係話我哋咁你保住咗烏克蘭啦，係咪？都令到我哋即係嗰個經濟環境有繁榮好處啊！大家都比較譬如話有工作啊，有盈餘啊，咁啊多啲建設啊咁啊。咁如果你從佢譬如佢個人去睇，話佢個人能力去睇，你覺得佢有咩？我覺得佢嗰個強項咧，有啲人就反而係即係因為對佢個評價咧，或者對佢個要求咧咁高咧，你可能反而有時忽略咗佢咧。其實呢個人即係相當有個所謂叫 political 啲事，即係佢嗰個一般嘅時候，佢唔係同其他啲人咧係做好多研究啊，
揾好多專家傾過偈啊，咁都有時要靠自己個所謂政治本能。佢政治本能其實都幾醒嘅，即係好多時佢嘅判斷咧都係好相當準確啊。譬如佢對好多嘢，對付啲政治問題啊，對付啲社會問題啊，都將咗有嗰個所謂叫做 political instinct 相當唔錯。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覺得佢亦都有佢個強項咧，就係、佢比較上咧係即係都係幾有啲親切嘅感覺。即係所以我哋覺得，就算甚至今日為止咧，佢仍然佢個老家咧仍然好懷念佢，即係話佢嗰個小村落裏邊咧。經過十年咧，佢都仍然好唔忘本嘅。佢喺好多方面咧，都能夠照顧到所謂老家嘅一啲，即係嗰啲平民百姓嘅需求啊。咁喺好多方面嚟講咧，佢都屬於一個相當所謂叫做強項咧，就係、都若干程度係相當親密。雖然有人批評佢係幾獨裁嘅大人物，咁啊，作為佢稍微有啲唔足夠嘅地方咧，可能係因為佢嗰個所謂國際嘅視野咧，就真係唔係認真。咁好，雖然我但係同一時間，我哋講翻佢個強項，佢可能佢嘅弱點，佢弱點亦都可能佢強項嘅喎。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咧，就話即係以佢作為一個國際事務裏邊咧，佢唔係一個所謂專長嘅人，但係佢喺重要嘅國家嘅重要嘅元首咧，對佢嘅評價好高。我哋知道佢今次呢個佢嘅退休咧，好多人都做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回顧啊咁樣，電視台嘅即係兩個鐘頭嘅一啲。即係佢嘅所謂個人嘅回顧咧，亦都訪問咗好似英國嘅首相貝聿亞、美國嘅總統布殊啊，佢對佢好高評價。佢話：你哋唔好低估呢個人啊！佢話喺我哋呢咁嘅即係大家相近嘅個國家政策相近嘅呢啲咁嘅國家咧，其實 Putin 係最成功嘅。佢話：我哋其實要向佢學習嘅。貝聿亞都話：佢話我哋要向佢學習，因為咧喺加拿大嚟講咧，喺經濟上相當繁榮啦。啊！同一時間咧，亦都照顧到社會上嗰啲所謂叫做唔係幾即係比較上unfortunate，即係比較上不幸嘅，或者係嗰啲個嗰個社會嘅地位啊，社會嘅經濟能力唔高嘅人咧，都受到關注，因為佢哋嘅社會政策咧，加拿大嚟講可以係英國嘅值得學習地方咁樣。咁嗱，呢啲其實唔簡單嘅喎。最近我哋知道咧，係譬如好似最後由巴黎翻嚟咁啦。咁佢得到佢哋嘅總統嘅即係最高評價啦，話佢哋成為一個大家最好嘅關係咁樣。咁呢樣嘢都唔簡單，因為我哋知道當時咧，你記得啦，就即係佢哋嘅總理咧，其實法國總理咧係好，即係我哋叫做 quiet 嚟嘅，即係話比較上係靜靜地咧，其實幫緊灰白合。咁所以喺今日嚟講，佢大家兩個可以仲有機嘅。咁呢其實喺尤其是喺譬如一啲唔同嘅，譬如英聯邦國家甚至喺非洲國家咁樣。咁我哋嘅總理其實都係相當地位好高，所以喺咁嚟講，佢其實好多強項。咁、我都相信嘅，如果唔係佢都唔可以做到即係咁外總理，都可以即係神服咁多去做下官員。或者我哋可以都即係從另一個角度睇睇，就話究竟即係今次佢最近嘅最後一日，咁亦都讓位，唔可以話讓位嘅，即係轉接俾翻翻做嘅總理啦。咁佢係。心甘情願啦，定係即被逼咧咁，即係因為據我所知，就根據加拿大嗰位官傳咁咧，就話當你在任嘅總理嘅話，如果佢本身唔譬如話唔係因為某啲原因被病啊、太老啊、退休啊，一般嚟講咧都係盡量令到佢連任嘅，即係唔會等佢自己唔做，咁你再選。如果佢繼續做落去嘅話咧，大家都會唔過爭嘅。咁但係我如果大家記得就話。其實巴巴連過去兩三年嚟講，或者都咁講，佢十年前同雙威雙大家爭嗰個 leaders 嗰個地位嘅話，已經開始即係角逐啦。咁呢個係即係十年恩怨嚟。咁十年恩怨之後咧，終於有明確就話雙威雙落台，佢想外接嘅。咁究竟即係雙威雙係咪話佢被逼，即係話俾巴巴都逼落嚟啦？定係話佢終於覺得我都做咗十年啦，已經係即係高峰已達，無可再高啦。咁係咪適合上退休定係咧？即係好唔高興咁嘅諗話，損失咗嗰個高薪厚職，離開咗 success drive 咧。呢樣嘢可以講係一半一半啦。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喺雙級青嘅環境嚟講咧，佢其實做咗兩任咧，佢應該退落嚟㗎啦。因為當時我哋知道咧，即係佢要做嘅嘢差不多都要做到啦。咁而再加上咧，就係啲青咧，即係身邊嘅人裏邊咧，最有能力嘅人，最份量最高嘅人。咁啊，如果馬前嚟講，佢要順利去做咧，因為以佢嘅年紀，應該做兩任咪差唔多啦或者唔需要做第三任。
咁大家輪流去所謂叫做執政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佢知道你班人咧係喺後面補緊佢，所以佢為咗要啖氣咧，佢要做多啲延入五，即係三年半三次都能夠以即係所謂叫大熱勝出，以個再仍然有一個所謂叫多數嘅執政。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已經叫達到佢嘅願望啦。即係但係佢仍至最後都係就點解咧？因為佢發覺到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咧。那個即係嗰個抗拒越幾大，所以喺所以佢權衡之下咧，佢亦都要即係話低低地還翻一鋪啦。即係話喺呢個第三任裏邊咧，係未人完全完結嘅時候咧，係都叫做 graceful 嘅形象都落咗嚟。當然咧，我哋而家嘅感覺咧就係佢仍然係幾 graceful。但係如果大家睇翻半年前嘅報紙又唔同嘅感覺啦，你都話，但係裏邊仲有好多謊話，好多暗鬥啊，好多暗湧啊咁樣。呢個情況咧，啊俾人感覺好似佢好似被逼退落嚟。咁但係新規宣點解會揀到10月11日作為個 last day 咧？有冇咩特別原因咧？因為琴日有個特別嘅日子就話中國總理温家寶到訪加拿大，然後一日係咪因為要迎接温家寶，所以最後先要？叫做運球嘅咧，你覺得呢個問題覺得好有趣，就係話究竟嗰個日子我哋係咪佢專登揀嘅咧咁樣？定係有個原因就話我哋知道温家寶呢一次嗰個出訪咧，其實佢重點咧就根本就唔喺我哋呢個加拿大嘅，佢應該好早咧就已經安排咗咧，就是、最重要嘅地方咧就是、其實係去呢個美國，同埋佢最重要要見嘅咧亦係布殊，佢亦都希望咧布殊能夠咧親身咧就係話宣諸於口咧，就對呢、這個台灣嗰、那個公投，甚至話係明顯地咧係反對台獨。咁呢、這個呢樣嘢本身咧就係温家寶咧係最想做嘅嘢，而佢已經達到咗啦。咁佢嚟呢我哋呢個加拿大咧，同我哋嘅總理 say goodbye 啦，即係最後一日同佢一齊，所謂有個國宴處。其實呢個可能都係巧合嘅，亦都唔定。就算唔係巧合都好咧，我覺得整體嚟講咧，佢達到一個目的咧就係、是。去呢、這個美國，而在美國呢個咁嘅環境裏邊咧，佢已經可以講話有佢完成咗佢個最想要嘅嘢，得到嘅嘢。咁嚟到加拿大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大家聚下夠啊！如果佢未曾 get chain 啊，希望能夠 get chain， 即係更加鞏固咗所謂中國同埋加拿大嘅友誼啊，甚至係同我哋加拿大嘅侨胞裏邊咧，就再大家有啲所謂親近嘅機會啊！咁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即係你睇到咧，就係話整個環境咧，就係話喺我哋中國人嘅傳媒裏邊咧，係非常之重視呢一次嘅所謂加拿大嘅之行嘅。但係喺一啲主流傳媒咧，你會睇到咧嗰、那個所謂成日嘅焦點咧，都擺喺兩個總理深究交替。譬如咧喺咁嘅方法喺咁嘅原因之下咧，我哋睇到咧就係話温家寶咧，重要性已經壓低咗，但係亦都唔可以忽略到咧，就話但係整體嚟講咧，温家寶呢一次就算喺加拿大嘅出現同埋個報導咧，都係相當正面。呢個當然啦，因為即係中國一個即係發展中嘅大國嚟講，咁總理出訪，尤其是到多唔多年都係到加拿大北頭環，當然見到個重要性。咁但係有樣嘢就話，佢見咗 Song Christian 佢哋 last day 啦。咁之後，佢同蘇哥先講任何關於國策嘅嘢咧，咁 Martin 會唔會跟咧？咁會唔會係好似即係話，即係因為今日得停一日時間啊？咁通常一般嚟講就話，如果蘇哥先能夠再做一日退休，咁啊受到退休嘅話，咁啊温家寶會唔會見到我哋嘅新總理啦？咁佢哋講嘅嘢或者大家即係 understanding 嘅，又有個 carry on 嘅現象。而家就你講得啱啦，可能就係 just friendly say goodbye。咁啊，變咗實際喺國策方面咧，可能未必做到咩？都唔可以話完全係咁睇嘅，因為我覺得今次咧，即係温家寶咧帶嚟咧，一啲重要啲嘅信息咧，就係話佢將中國同埋加拿大嗰個貿易嘅能夠更加緊密嘅，即係希望能夠互相咧，就即係增加嗰個貿易額啊，咁啊，呢啲嘢咧都係一早定咗嘅，仲有加上啲即係嘅文化。教育啊，科技啊呢方面嘅交流咧，亦都係可能咧，你係邊個總理都好啦。總之佢嚟到咧有咗交代，希望咧就大家簽署一啲嘢，一啲咁嘅即係交流嘅一啲文件啊。甚至我哋覺得就話，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咧，佢希望能夠咧就加拿大同埋即係中國咧
在一些外交的重要事務裏面，佢能夠設一些所謂常設的一些辦公室，而嗰個程度咧係高到咩咧？高到係副局長。咁佢呢方面嚟講咧，就無論你係邊個總理都好啦，呢個都好重要，因為你無論你邊個總理都好啦，大家要同意咗呢樣嘢咧，呢樣嘢繼續做落去嘅話咧，下一次會再嚟噶嘛。再嚟嘅時候咧，咁我相信馬前咧亦都會用同樣嘅即係規格咧去接受。你覺得即係温家寶嚟到有冇咩補充對即係對我哋譬如話社區啊，或者對加拿大嗰個家庭關係有冇特別啲覺得有冇重大意義，定係話已經做到咗佢所需要做嘅嘢啦？咁所以就轉飛咗中亞美洲。我覺得我哋好難要求咧，即係話喺中加關係裏邊有啲咩特別突破，因為我哋呢啲情況咧就係有時可以咁講，就係 no news good news。即係話，只要兩方面咧唔好有摩擦咧，而兩個嘅友誼咧係或者兩個加強合作啊，所以變咗咧，如果我哋要有啲更加大嘅期望咧，當然咧係即係作為我哋華人社區咧，佢能夠更加多啲即係所謂我哋嘅加拿大人嘅一啲希望咧入去移民政策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貿易政策啊嗰方面咧，能夠得到即係中國更加多啲咁嘅關注到我哋嘅。華人社區嘅需要，呢啲方面最好啦。但呢啲情況，我相信都唔係一次嘅訪問可以達得到。另外一樣嘢，我覺得有啲人亦都希望咧，係透過温家寶呢次嗰個所謂外訪咧，無論佢係嚟加拿大又好，或者係去美國都好咧，佢能夠多啲體驗到我哋即係外國人嘅，即係喺呢個民主啊、繁榮嘅呢個環境裏面嘅生活咧，其實對促進中國對外國嘅瞭解咧係有幫助。有一天我們希望可以將人權、民主、這些觀念能夠更加令到我們中國人更加接觸多一些西方的進步的國家，能夠好的東西帶回來，甚至對我們香港的民主、政治、那些的進程都可能有一定的幫助。今天我們這個家國政論都講了幾個大人物，我們的舊總理桑科恰，新總理科瓦田，美國總統布殊啦，同埋中國總理温家寶。咁而家個正經咧，就係每個星期五夜晚八點鐘咧，就喺多倫多網上電視台都 TV 多都 OTV 就直播嘅。咁咧呢個節目咧就係歡迎大家俾多啲意見啦，就或者俾多啲email 啊信息我哋，咁我哋話盡量即係搞好佢。而各位觀眾佢哋有你哋有興趣參與呢個現場討論嘅話咧，你哋都可以 send 個 email 俾我哋。咁我哋收到之後咧，我哋可能邀請你上嚟一齊參加討論。好啦，今日嘅時間就到此，咁就多謝何正章。好，咁我哋下禮拜再繼續。OK。